这个角度感觉有戏啊，感觉一次就出来了。今天回家路上发现了一种日本的抓手办娃娃机，那必须得体验一下了。12个币抓一次，感觉还挺贵的。之前在视频里经常看到别人在日本玩这个，感觉还挺有意思。今天咱们就小试牛刀一下。操作很简单，就左右前后，然后让爪子到你想要的位置，然后就抓一下。现在摆的这么正，我也不指望一次就把它抓出来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这爪子也太没劲儿了。我这个大冤种，刚才买了60个币，没劲儿就再试试。哎，这次感觉还行啊，找好角度再来。哦，卡在这儿了，感觉有希望。5次感觉要出啊，再买60个。刚才没有经验，这次要学着找找角度。主要是这个超孙悟空，我打眼看还挺喜欢。隐约感觉有点上当了，怎么感觉每次卡的地方都一模一样？啊，你看每次都这样，这不是纯纯骗钱吗？哎，哎，这角度有戏有戏啊！也是最后一次了，10次出一个，嗯，你还能接受。一下子回到解放前了，什么呀这是？不玩了不玩了，兄弟们切记上头啊！